其实抗疫的理念是最为重要的，我们到底是以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最核心的理念，还是以其他作为最重要的理念，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你所采取的策略和所要追寻的目标。那么中国我们一直是秉承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这个抗疫理念的，它是要尽一切的可能来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